不可能，我自己本身有后面带个光字嘛，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太阳代表的就是能量和温暖，然后我也很喜欢朝南的方式，就是我喜欢太阳，然后喜欢温暖的样子。什么是温暖的睡眠？过门，去年这个时候在过门，过到那清醒的黑夜，在似睡梦一片片。去年也认识了很多好朋友，所以昨天晚上是人生中第一次，就是今天，就是这一次生日是人生中第一次会有人给自己过生日。朋友是很好的朋友，是你们不认识的朋友。我要去见朋友。那你有没有最擅长的一道菜？葱爆牛肉吧，原来最拿手的一道菜食材，目前来说，辣椒炒肉。然后我就跟着太阳一直往那边走，就一直往西边走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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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太阳落山了，我也没追到。只有你是我的。得先爱自己，才能更好的爱别人。我要信，这是信吗？我有了，卢远学以前问我爱情是什么，陶喆的可以回答，是蝴蝶吗？爱情是梁山伯与祝英台，蝴蝶结嘛，希望他们可以像蝴蝶一样。我永远体会不到，都自在，而且有明天。花蝶前那一夜的等待。我现在就能回答你，我愿意。人与人之间其实可能很奇妙，对，有些可能是细水长流，可能有些就是一见钟情。但这里一见钟情不是男女之间的，可能就是处于是一种广义上的一见钟情。对，就是记住所有感情。太阳跟夏天，内娱阿尔法。所以，欢迎来到大王茶姬，我是你们的专属 NPC。最深刻是，分别的时候吧，对，就是对陈述自己是 NPC 的时候，对，我相信你，你还有我，心头里。你出国打算去哪玩啊？哪边吧？我会保护你。你们两个应该谁先上滑雪？新年快乐，希望你永远平安快乐。